突然跑上他抱你怎么办？你抱呗。那要是男的？男的是抱呗。我不想给他吃蛋糕了。来，我们抓紧时间啊，还有好多块蛋糕呢。下一位。这位观众想选谁跟你对眼？黄子瑜。啊？又是黄子瑜。你一定是宇宙是吧？我当然是。你说的不对啊。没有你的。这是你的台词。我天天在网上追你，现在跟你反过来了，你追我了。我普通话很差，然后讲这么多台词，没关系，我享受的。好。我来了，过海一把将白鹿原抵在院墙上。我们去院子里，我们去院子里。这选好了，壁咚。你们壁咚的感觉不对吗？还应该这样。白鹿原，你想怎么着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哎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你觉得设备室只有你一个人吗？这段词太长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爸和妈都是这段，我不要了。该翻脸的人是我吗？该说滚地是我才对吧？滚！不要走！不能走！我不能留下来了。对，说的都对。对，你说都对，那你干嘛不走？不对，你不能走。你走了，咱俩都痛快。你说我为什么不走？我要是不走，啊、你不要走了。哎，你骂他干嘛？我是说，我是说，别动手。我监督他们。大哥，来吃蛋糕吧！啊，大哥，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请下台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请下台，谢谢。黄锦鲤呢？出来！